BGD-866仙登老化现象 是一款以仙登为老化光源的落地式小型老化现象，其灯管光谱极佳地模拟太阳光全光谱，以全面模拟阳光、潮湿及温度对样品的破坏影响结果。 BGD-866仙登老化现象有日光过滤器、超波缕滤光器、紫外延展过滤器等三种不同的滤光器可供选择，以获得不同能量分布的光谱，符合多个国内外测试标准。试验过程中的运行参数可通过 USB 接口直接下载到电脑。 符合国际标准的仙登光源，保证试验数据的可比性和重现性。独特的反光系统设计使箱内的辐照能量分布更加均匀。辐照能量全自动控制，能自动补偿因灯管老化及任何其他原因造成的辐照能量变化。仪器带有喷淋功能，喷淋时间及喷淋间隔时间可任意设置。 多种试验程序任意设置，可任意编制试验程序，并存储6个用户预设程序，每个程序可设置10段数据。采用高精度的 PT100的黑板温度传感器，黑板温度全过程可自动控制。独特的滑出托盘，保证样品安装快速且容易。 仪器包含1根进水管、1根排水管、1个水过滤器塑料扳手，另随机附有一份校准证书。